得了，家里的儿子就是一切。德莱文，假装走了，兄弟们。哎，把黄人的红给他偷了，别着急啊。呀，这没拿掉有点难受啊。哎呀，刚好那黄子最后一下 A 慢了，我计算他的攻击时间没抢到。我们后来吗啊，以后耗两个可以干了，给加血呀。可以耶，这奶妈不双杀了吗？我们走一下位啊。来个皮海，来妈双杀没关系，让他双杀。这走位也不太好走，你知道吧？前有狼后有虎，前面呢可以平 A 到我，后边可以 Q 到我，那就很难受。兵线有点亏呀，兄弟。下波杀沙米拉，行。等个奥，哎呀我操，那怎么三级的猴能往下跑呢？猴哪来的？猴传送过来的。你能好好补刀不？三姐妹的神话，我来。杀了我们的人民，你怕啥呀？啊，上当了，兄弟们。真是他妈上了这个虚空恐惧的当啊。害人呐。上当了呀。完了，有点难搞，往中路走一波看看啊。
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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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好 K 呢，兄弟，这一把我们不 C， 你指望谁 C 呀？指望这大虫子吗？指望这蛮王吗？指望这中单塞拉斯吗？这头不 K 还怎么 C？那德莱文接斧子都能接丢，那中单，刚才你没瞅那中单的样子吗？你再瞅那大虫子，除了刷就是刷，你再瞅那上路那蛮子，人家传送他在干嘛？他出了一双布甲还。你跑那么远干什么？俺俩怕他俩呀？人呢？瞅瞅瞅瞅，你看这把这头不 K 还怎么 C？ 这把必须得 K， 我们拿十个人头这把就赢了。哎呦我操，这什么区区这是，把他六了，他怎么升的六了呢？哎呀，蛮料！先来个死刑宣告，这 ADC 等级好高哦！哎呦我操，六级，等。等人等人等人，你自己上打不过，先杀这个，你不杀莱妈，你杀那萨米拉能杀了吗？哎呦我操，这近战一个普攻，哎呀难搞啊。那瞒着上路妖艳也给越了。你杀后边黄子儿，这就得靠我们了，知道吧？这把就必须得靠我们了，游走起来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起飞了。南边
边的人都趁软弱了。我的母亲爱你，放心，他俩杀不了你，有我在呢。你塔下有什么好死的？他俩敢上，他俩敢上，我不射他。大落猴乱配几，行，那沙米拉500的射程，我能玩死他。550，看那黄子搁哪啊？又在打龙。很难办。你到底补不补刀？你不补可以给我补。先杀亚索呀！哎呦，天哪，这怎么打的呀？你说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整把黑切吧。我走位，我咋走位呀？那奶妈给我沉默了，我咋走位去？你是不是这是不是有点装逼了？这，啊？AD 就一个人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走，往哪走？那大虫子是瞎还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瞎？是不是没长眼睛？眼睛在裤裆里头了？哎呀，我可不能跟他走，快跑！我跟你们说，这大虫子没法跟他走，知道吧？那一个框给我们俩框一块儿，俺们就完事儿。走位，250一个搓。哎嘘！这妈得出个三速还。357起飞，兄弟，一个辅助375，一共俺们家就10个头，我他妈占了8个，那大虫子062，啊，这还能叨叨两句？我操，我不是俺们家顶梁柱啊！
真的，这不是俺们家顶梁柱啊！十一个头，一共才这么点头。回家出装呗。这把得来个三速海，没有三速海的我们跑得太慢了。干哈呀这呀，疯了。补不了刀了，没办法补刀了呀。看看下一件装备来个啥啊？青雨吧，换青雨下一波。来，兜兜兜，送钱。十级，三十六，还行啊。这个瞒着我救不救他一手？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了。他能不能死，完全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兜兜兜，众志成城，我们是。哎呦！来，全死！我都不用看，我就知道全死了，赶紧回家出青雨去。哎，可惜了，兄弟们，这把没打上单，这把要打上单玩个王八，可老爽了，这把的。这把要打上单玩个王八。杀我，小伙子，您配吗？您配杀我吗？想杀我？上当了，差点钱呢。
八百。无论氏族还是部族，他们都将加入我们，这是阿瓦罗萨的意志。大龙没打就行，没关系。刚才照了一下啊，我们家应该是再照一下，这位置不好待呀，这位置待了我估计我要死，快走。等会儿这可怎么办呢？那牙手就找我，你看吗？我都没法去，我连拿大抢试一试我都不试了，应该是费点劲，留个大手夹吧。人家拿完大龙就去拿小龙，你们看着啊，这两个人指定全死，我都不用想。然后龙也是对面的，剧本绝对跟我说的一模一样。因为一个傻子是很好猜测他的心理的，你知道吧？你很好猜测他的动向。只要对面推不进来就行了。这水龙龙魂又来吗？我打人都不掉血。哎呀，嗯，稍微回吧回吧就回满了。猴像个鬼一样，猴好可惜哦，这把我的位置居然不是上单，真的好可惜。这把玩个王八，哎呦我操，这把玩个王八可老狠了。这把要是能拿个王八我们就无敌了。